我拉人，肯定要人。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他饿晕了，胡说八道！您告他跪求，饶了他吧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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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站
自己了断吧。 在呢。哎，哥，表哥，徒弟，哥，你小子又。
咋了你？我的手机。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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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干啥呀？我到警局套要钱去。我容易吗？我那个要钱不要命的玩意儿，赏钱已经给咱了。给了？给了。太好了。哥，你瞧，掉下了个大馅饼啊！有了这笔银子，咱过好日子的梦就可以实现了。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咋就知道耗子跑出来的地方会有水呢？你真是用狗鼻子闻出来的？我要是用鼻子能闻出来，那黄锦绣牵条母狗不也能闻出来吗？啊？啊？何必花这么多银子呢？就是。那你小子是咋知道的？想知道？想，真想知道。真想呀！说说说说说说说。我先喝口水。我告诉你们吧，还是你昨天晚上逮着那只耗子告诉了我。耗子？耗子？耗子？嗯。你记不记得你逮的那只耗子？我拿手这么一摸，你们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怎么着？是湿的。湿的？湿的？怎么了？后来我让你带我去，我到了洞口再这么一摸，你们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还是湿的。你们想啊，洞口是湿的，那底下能没水吗？啊，有道理。对啊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。我怎么没想到呢？那你要是想到的，这印子不都是你的了？不过这次啊，多亏了最后那一斧子，要不然我这两条腿呀就没了呀！你们说说我容易吗？不容易呀！哎，不行，不行啊！没我逮着耗子，你也找不到井口，这得有我一半。哎，你得给我一半。哎哎哎哎哎哎哎王土地，有人找你。哎，赖了，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，去，行，去。王土地啊，有人找。谁呀？那儿呢。姑爷，姑爷。姑爷，哎，姑爷，你喊我吗？没错啊，是喊您啊。你喊我什么？喊您姑爷啊。走吧，我们家小姐还等着您呢。姑爷，姑爷，走啊，姑爷。小姐，进来吧。姑爷，请吧。你来了。啊。按照规矩，我这头上的盖头要你亲手来接。算了，别人接吧。你是不是怕黄锦绣？
黄锦绣。啊，对对对对，你是黄锦绣的女人，得她来给你接。可她亲口说把我送给你了，我听得真真的，别人也听得真真的。她那是跟你开玩笑的。她开玩笑，我可没开玩笑，我是当真的。姑娘，你是傻呀还是笨呢？那黄锦绣是谁呀？后头大财主啊！我是谁呀？我就是个种地的。你说你不选她，你选我？你开这玩笑干什么呀？你要是这么说，我倒是觉得你是个心眼好的人。我就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宁可嫁给你过苦日子，也不去给别人当小。当小？哦，你不想嫁给他，就是不想当小啊？对。宅吧，你站住！大雁过后，树叶儿黄，叶儿黄，来秋风凉。你走啊！秋天的月亮是美，太好看了。美的脸儿云微黄，姐，我姐夫呢？啊，他在屋里呢。我去找他。哎，山羊，你等等，姐夫。姐夫，哎呀，我说山羊，你这风风火火的，是出了啥事儿了？大事儿，快把我姐夫找出来。嗯，有啥事儿你不能跟我说？哎呀，跟你说没用，你快点把我姐夫找出来，快！你姐夫他，快去找啊！啊，好，那你先坐，我去叫他去啊。快去，嗯，你坐。吓我一跳，你搁哪儿冒出来的？打了个盹。听你姐说，找我有急事儿啊？出事儿了，出大事儿了。沈婶儿，春妮儿的事儿呗。春妮儿啊，她又上吊了？这回没上吊，她根本就没进那锦绣堂的门，让黄锦绣转手送人了。是。你说谁把春妮送人了？是。姐，姐，请留步。闪开！哪儿呢？你们是？我们是义工中的，我们老爷在此等你一叙。义工中的。在哪儿呢？那边。七爷，七爷留步。杨老板呢？你好大的架子啊！我到你的门口都不见我。我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啊？
我还忙着赶路呢。不是，切。且息怒，来来来，我带你去看样东西，啊，嗯，来，啊，你这是，要想和黄锦绣真刀真枪的干，没这个不行啊。兴许啊，他压根就没打算回，今晚就入洞房了。哎，哎，双喜儿，你总抱着他干啥？你别以为你总抱着这个匣子，那里面的钱就是你的了。我抱着他，我心里边踏实。那个，回头咱把这钱给分了。咱不能让他一人独吞，挖井的时候咱大伙都出力了，是不爹？南仓，喜子这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，你就让他多抱会儿。依我看，一会儿土地回来，咱就地把钱这么一分，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，回咱河北老家。他就说的对，对对吧？快，钱分了，分了，分了，咱就回家。太难了，找给他，找给他。那个，我先赊着，你给楼上这两个小姐啊，做两碗羊肉臊子面，多放点臊子。啊，好嘞。姑爷，你叫我什么呀？姑爷。切，不许瞎叫。姑爷，你觉得我们家小姐好看不？忒好看了，就跟那个画上的一样一样的。知道就行。你说你啥命啊？能娶上我们家小姐，那可就是天上掉馅儿饼砸到你头上了。呀，这个馅儿饼是好，我不敢吃啊。啥意思啊？行，以后再说吧，我还有事儿。哎，姑爷，早点回来。别瞎叫。姑爷。去。小姐，吃面吧，他给你要的。他，姑爷呗。他人呢？急着麻花的就往外走，也没说去呢。你先吃吧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来，小姐，吃吧。小翠儿，以后这见了王土地啊，别总瞎叫。姑爷姑爷的，可不是随便乱叫的。那我叫他啥？你这么叫，人家兴许还不乐意呢。不乐意？啥意思啊？你说他不乐意娶你啊？这人脑子疼了还是被驴给踢了？小姐，他亲口跟你说的。我听出来的。你瞧他那小鼻子小眼那样子，还轮得着他挑肥拣瘦的？白给我小翠，我小翠还得琢磨琢磨呢，更不用说您了。不乐意是吧？正好，走，咱回家。
瞧你这风风火火的，像什么样子啊？坐下。我这不替您生气吗？其实他也挺好的，就刚才他跟我说那几句话呀，我就品出来了。他心地善良，不落井下石，人也挺机灵的，不贪，也不傻。大兄弟，等会儿，我有急事，你能不能搭我一段来？你给多少钱？哎呀，我没带钱。这样，到地方之后我给你钱，行不行？到地方你不给我钱，我咋办？不行不行，兄弟，干什么？哎呀，我见你这么面熟。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你不就是用鼻子替丁小棠挖井的河北人？我就是，怎么了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原来是你呀！你怎么不早说？来吧，快上车，上车，快！那我没带钱。哎呀，妈，我不要钱，不要钱，来，上车。忒好了，上车。哎呀，兄弟。你现在可是老有名了，哎呀，后头人都知道你有钱，你又白得了个媳妇儿。哎，我兄弟，你的鼻子是咋长的？哎，咋就这么能招财呢？这人怕出名，猪怕壮啊，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儿。哎呀，我喜欢了。好了，起，大兄弟，你等我一会儿，回头跟我拿钱去。算了。下次遇见一起给吧，谢谢你了啊！那走了。哎，站住站住！找谁啊？我找你们堂主黄锦绣。堂主也是你想见就见的？哎，你告诉他，你就说啊，我是给他挖出水的王土地，他肯定见我。哦，你就是那个挖出水的。堂主他不在呀。我不在啊。夫人，您回来了。那个人是谁呀？他说是要见咱们堂主，而且说是帮咱们锦绣堂挖出水井的那个人。就是那个用鼻子能闻出水的人。可能是吧。让他进来吧。是，夫人。你跟着车进去吧，请进。坐吧。听说你很神啊，真的靠鼻子能把地底下的水闻出来。夫人，不瞒您说，你们家现在炖的就是羊汤，而且是小羔羊。你的鼻子真灵，让你说着了。刚宰的羊熬的汤，我看你是饿了。小青，你去后厨给他端碗羊汤来。是，夫人。坐吧。你到这儿来有事儿啊？哦，夫人，我是来还堂主一样礼物的。这样礼物吧，是他随手给我的，太贵重了，我当不起。礼物还是堂主亲自送的？你说的是羊？哦，夫人，从我一进门我就发现你儒雅高贵，又对下人体贴，我改主意了，这样礼物我不想还给他了。你喝了这碗羊汤就回吧，送给你的就是你的了，你就安心享用吧。夫人，
一会儿见到堂主，我知道该怎么说了。等你们等，我是不等了。喜子，给我点钱，让我去镇上买点吃的去。不行，徒弟哥没回来呢，这钱咱不能动。哎，喜子，你死心眼啊？还等不到他回来，大伙就得活活给饿死。那也不行，馒头，咱都等这么长时间了，你要是饿了，那边有凉水，你就垫不垫吧？啊？哎，喜子，要不然这样，算你借我一块大洋，让我去买点吃的，总行了吧？嗯，那个还是不行，我觉得土地哥没回来之前，咱就是不能动。喜子，你说不能动就不能动了，你给不给？不给。不给。赶紧，哎，爹呀，你快看看，爹，不该。满仓，这干啥嘛？舅，你不饿呀？谁不饿呀？忍着点儿。不开。哎呀，总算回来了，都快要出人命了。明仓，快去开开门。说不定啊，大表哥把新媳妇领回来了。哎呀！哎呀！大哥！堂主，我想冒昧的问你一句啊，这个杨春妮杨小姐，您见过她本人吗？杨春妮？哦，她呀，没有。哦，难怪呀，难怪呀。堂主，您要是见了她了，您就不可能轻而易举的把她送给别人了。这听你这话意思，你是捡了一个大便宜，对吧？是捡了个大便宜，而且天上掉下了个大馅饼砸我脑袋上了。哎呀，这姑娘啊，人漂亮，心眼也好，我估摸着可能在后套啊也是数一数二的。那你到我这儿来，是来谢我的呢，还是来气我的？没，我就是想求堂主件事儿，哎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叫好马配好鞍，美女配英雄啊！嘿嘿，你看我王土地这个样，我就是把人家给娶了，我也养不起人家呀。所以说，我想让你给我当个证人，我想把这个杨春妮啊送回他们杨家去。按说呢，这个人呢是你送给我的，我应该还给你。不过呢，就在几个时辰以前呢，我跟他谈了谈，再加上我到贵府的时候碰上了您的夫人呀，要说您的夫人那可是富贵洋气，对我们穷人特别和气。哎呀，我一看你们两口子就是天生的一对儿，地造的一双啊，好忒好呀。再加上杨淑妮跟我说过，她打死不给别人当小，那么我这样做呢，一来呀，我是想恢复人家大姑娘的名声，二来呢，我也让后套人知道知道我的为人，我不是一个见利忘义有好处就上的小人。哼，还真没看出来啊，你一个乡野之人倒也怜香惜玉，我和我老婆是不是天生的一对儿，这用不着你管。
这个杨春天已经是你的人了。既然我已经把他送出去了，好坏呢，我也不会从你手里给要回来了。爱怎么着怎么着吧，我管不了那么多你这些屁事。啊，季生，送他走。堂主，你让我说完，我还有一事儿想求。我说什么来的？你找我来，不会就是因为一个娘们的事儿，啊？说吧。那个，堂主，你看在我帮你挖井挖出水的份上，能不能赏我30顷地呀？住口！越说越不像话了，给鼻子上脸，还不走？走！李正，你让他说下去。堂主，不瞒您说啊，大咸丰年间，俺爷爷就来过后套啊。回去以后啊，逮谁跟谁说呀，这后套忒好了，那就是人间天堂啊。俺爷爷还告诉俺了，要想在后套立住脚，那是一招鲜吃遍天。什么叫一招鲜呢？一招鲜就是你得会看渠，会挖渠。堂主，我不是跟你吹呀、啊，我这么小的时候，俺爷爷就教我看后套的地形啊，就是那个地图啊，教我看地形地貌，教我看如何开渠和挖渠。说实话，堂主，我是有备而来，我都做好准备了，我准备在这大干一场啊。好，堂主累了一天了，没有时间听你说废话，赶紧走吧。不是，你听我说完，堂主，你听我说完啊。我也发现了，咱这儿浇地的水引的都是黄河支流的水，那不行啊！你想啊，遇上干旱了，黄河水位下降了，它支流它肯定没水呀。要想有水，堂主，咱们必须要引黄河主道的水，这样水才源源不断的来呀。堂主，你经常跟我们讲说你能浇上个百亩地呀、千顷地，那不行。你要是听我的，按照我的来，您放心。到时候不是千顷地啊，那是千万顷地、亿万顷地、啊。住口！李正，你接着说。说不行，我先喝口水呗。那是王土地，是谁？说。大人，他出去了，还没回来呢。那他的100个大洋呢？他自己带走了。胡说！你们不说是不是？别让老子找到了，找到了把你们全都杀了！走。有没有？有。个老东西，你说那100个大洋哪儿去了？真的让他带走了、啊？你个老东西，说钱在哪里？真让他拿走了。你们再不说，把这个老东西拉出去给我杀了！别杀俺爹！大洋，在灶坑里，拿出来。糊涂吧，这可是咱救命钱呐！高强盗，把钱还俺！俺跟你们拼了！操！西子！妻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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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告诉你们，在后套，敢要锦绣堂的女人和钱，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。给我绑起来！妻子。
这个人就是这样，一激动了吧，我就控制不住我自个儿。这么着吧，既然我们谈到了土地，那就不要在这儿轻谈。我带着你看着地，看着河说，你说咋样啊？来人，备马，带着这王土地，一起到黄河边上去。黄河边。你不是想找我要地吗？我带你去看看去啊！走。有钱人都是大方的。孙总管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么急？堂主连晚饭都不吃了。夫人，您去佛堂替堂主烧上几支香吧。临走的时候放下话了，说我们是锦绣堂派来的。哎呀，整整一百块现大洋啊！多亏了杨大一给我报信儿，不然我还不知道这个发财的机会呢。哎，现在的杨大一和黄锦绣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。走，咱们到别处乐呵乐呵去。哎呀，哎呀，这马呀，跑得也忒快了呀，堂主啊！你看我这个腰啊，我这个腿呀、啊、不行了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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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串儿兄弟，轻点，轻点。我来这后套二十几年了，今天第一次有人在我面前这么轻轻松松地跟我谈关于土地的事儿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以前跟我谈土地的人，要么就是他想抢我的地，要么就是我想抢他的地，到头来总得有一个人从这土地上消失。还算行，我运气够好，到今天我还站在这儿。堂主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那他们四行，对，王土地呀、啊，王土地。你刚才说到了你爷爷，你爷爷有没有告诉过你，这浩套的地可不是白来的？堂主啊，俺爷爷告诉俺哈，就是这个渠开到哪儿，地就种到哪儿。你爷爷他不懂浩套，他光会看渠是达不到地的，不是渠开在哪儿，地就开到哪儿，是血流到哪儿，地开到哪儿。怎么怕了？不是，堂主，这黄河边挺冷，咱先回吧。我不懂看渠，也不懂耕作，但是我懂这个。堂主，
堂主，我会开渠，我会种地，咱们可以合作呀。合作？曹操和刘备当年煮酒论英雄后，他们合作了吗？堂主，你忒抬举我了。不，你刚才说了，我身为后道首富，无非是耕田千顷，你要良田万顷，好大的胸襟的。有此胸襟的人，我不会让他留在后套，因为这后套只能有一个天。干什么呀这是？哎呀呀呀，堂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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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后套有人敢找我要银钱，也有人敢找我要女人，但没有人敢找我要土地。兄弟，对不住，你犯了我的底。堂主堂主堂主，这干什么呀这是？堂主别他妈动了啊！你看我去找块石头吧。算了肥狼，看水流的这么急，还跑不了的，还是省省力气别压石头了。好了，让他慢慢死。兄弟，背不住了，河里有黄河水，河里有黄河大鲤鱼，我们两个兄弟送你上路。哎呀，这是干什么呀这是？堂主，这是干什么？